开动了！今天我们除了制作单点小点心，要谢谢蒋伟文呐，还有亲自在家做的 risotto， 还有那个什么，花雕鸡，哇，亲自下厨，谢谢，刚刚做好，刚刚带过来，哇塞，你看那个 NC， 你看那个NC，特指关注NC，香菜香菜，NC哈豆，NC哈豆，哇塞，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请到每一位呢，其实都是尾牙的这个主持人，哎，人家说啊，一个尾牙一年多不多就看得出这个全岛的经济状况，是，今天来讲，其实啊。 还不是尾牙主持最多的人，因为最多今天应该在，今天在，今天在忙，so sorry，I know，You know， 你们算是 OK 的 ，OK 的，对不对？小小赚，不好意思，回馈给客户，没有，你们是物超所值，哎，谢谢，好不好？真的，这样讲，对，就是躺在中间这一层啊，就是也不会太高。 阿弟也接不到这样子，我讲物超所值，就是你们带来的表演啊，通常都会让现场气氛非常的好。今天你们桌子上有看到一个 menu 菜单不是菜单，菜单不是菜单。其实菜单不是菜单，菜单不是菜单。不是菜，哎，我没有点花雕鸡，怎么会有花雕鸡？对啊，怎么会有动漫？好，这个里头就是写的尾牙，你们最怕什么事情？哎呦，哎，2015年我在小燕之夜做了什么事情？哎呦，很特别，哎，其实各位啊，各位在我们节目里头都有做一些，不是说都有做一些，有很多跟我节目都很有关系，像蒋伟文求婚在我节目，哎哇，生孩子也在那边实况转播，没有，求婚在我们这里，然后求婚完了结婚，结婚完了生第一胎，生完第一胎出第一本书，然后还有第二胎，真的，是不是？谢谢，其实对，我觉得小燕姐的节目真的像。 也是月子中心，对，我们都是那个结婚的时候，然后来小燕姐节目，然后做沙发，求婚的时候，那我去把这件事情用婉转的方式来听听妈妈的口气呀，哎，她觉得。 好像还可以，有继续在努力，对，一定要，是不是？有帮忙哈，有帮助，对，所以赶快来贵节目做沙发。做完沙发就有了，传奇性的沙发。希望今年可以就是跟你一样，做了那个沙发之后就有 baby。 因为有的时候，他刚刚来的时候，他在旁边练舞，我就说这个是来的是谁，是依依还是佩佩？是佩佩，是比较有才华的那个。有心情，看一下他的菜单。你看一下他的菜单。他是最怕是被认错吗？对。2015年我在小燕之夜表演玩跳舞，决定追求梦想。真的。追求梦想，你知道这条路其实真的很辛苦哎，因为不是因为我以前本来。 不行吗？笑得太美了，直接。为什么这么不要脸？老公，你说我跳完舞台，太没礼貌，太没礼貌。不要讲了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哦，以后帮 Q 讲别个 mini 麦好不好？收不到耶。人家有话要说，因为我以前是舞者嘛，然后后来我接主持，人家就跟我说，哎，不行，你这样人家觉得你不专业，因为一个舞者来主持，人家的印象力就是耶，那边带气氛很嗨，那其他都不会，所以我就哦，我就把我的梦想停下来，我就专心当主持人。那当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忽然我觉得其实经济也 OK 稳定了，也开了婚纱店了。那我就一直心里还有一个梦，很想要一直去就是回去跳舞，对，然后一直都没有达成。后来有一次小燕之夜有做一个主题，就是我以前是武林高手的那个主题，我忽然觉得哎，对耶，我以前就是那个梦想，我就在这个节目一表演之后，我就。 开始练舞，然后把以前的一些特技都学会了。佩佩之前跳舞到底有多惨呢？佩佩之前跳舞到底有多惨呢？
是平常会去舞厅跳舞不是那天他来跳就是很久没跳了，对，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今天来跳的又不一样，有进步很多，对，慢慢把那个生锈的那个关节擦一擦又变亮了。2015年在小燕姐大聊自己的整形之路，真的又有新潮，掀起一阵风波，很多人去植发后来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人去植，是是是是是。那么在我后面还有这个黄仲坤大哥啦，还有坡哥啊，坡哥现在都已经春风吹又生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凭良心讲，你植完发以后运也开了，运也开了，对各方面，不管在工作上、事业上啊，然后在这个异性缘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好。你一直异性缘很好啊，自己来做很好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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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就是这个大家开心啊，大家开心啊，对对对。最开心是厂商啦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说的是润发乳的厂商，可以赚到你的钱了，以前都赚不到，就是两下热水冲一冲就好。现在需要现在还需要在对，还要再仔细要照顾，惯用半年柔柔亮。对，现在其实啊，说起来，你们算中生代的主持人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他们两位算新生代，中生代的素人嘛，对不对？低的喂，就是低的他不接，都是我们在接。对，我们就捡一些那旁边的菜渣吃一吃，但也吃得蛮饱的，这样。对对。哎呦，就是你们低价抢市啊，对不对啊？压低我们讲恶性循环，没有没有，我们是好用，便宜又好用 ，CP 值高。我们现在谁？你们找张兆志、蒋伟文、NONO， 我跟你说，他们要那一套我都会，而且我自己在加东西，而且我只要他们十分之一价钱。真的？你怎么把大根讲电话的内容讲出来？发现了，对，我就是这样子，说学逗唱那样子，而且我们三个人这样。对对对。哎，你们几个人？哦，没有，我们有时候会发你喜欢谁？你现在想要那个豪平跟我搭也可以，可以，钱也不高啊。我们两个加起来可能没有 No 哥贵 ，OK 的。其实没有，是因为我们要巩固这个市场 ，No 哥他的价钱才没有没有不要这样。你说一整年加起来没有我一场高，对不对？对。豪平够，五十斤重，道德高一点，送通告就好了。对呀。我前天才刚跟 No 哥一起主持完一个尾牙 ，No 哥好好。好笑哦，有他在的地方就是好笑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一去的时候，然后依依佩佩在这边，他就说：“哎，那我们要对一下。”我说：“对什么？”其实啊，带气氛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带气氛很重要，对，因为就是。那张兆志，你是怎么带气氛？我带气氛吗？我带气氛基本上很简单，就是开场的时候带所有的员工一起，譬如说拍拍手啊，然后我很喜欢用的一招就是希望所有朋友借给我你的右手，放在你右边的朋友，然后拍拍他肩膀说：“今年辛苦了。”啊！一开始就让大家都互动。今年辛苦了，就我拍的那边是董事长，这怎么拍呢？通常只有总经理才拍得到董事长。总经理拍董事长，意思是说今年捐多一点。谢谢啊，要捐多一点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拍右手边的人，对对，拍右手或拍左都可以。再不然就带大家稍微动一动，然后类的音乐，然后站起来动。再不然就是我喜欢发红包。哎呦啊！你自己会发红包？对对对，譬如说尾牙的这个酬劳，我就把这些酬劳拿来，因为一个红包里面大概装100块嘛，我可以准备大概20到30个嘛，那就是2-3万的金额现金回馈给所有朋友。那等于做白工哎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因为我主持一场差不多4万嘛，啊给3万嘛，还有可以赚1万。买一送一就好了，我们两个就谢谢，钱就好了。好了，蒋伟文，你现在只有主持尾牙兼半桌，不行，我要顶在那边才行。而且蒋伟文说，当中的菜一半算我。对，煮过的菜我来拿，煮过菜来拿，煮过菜来拿。这是什么样啊？哎，你做一些什么？让我们气氛会热起来，可以吗？不然我现在大家在尾牙一开始，我们先动一下。对对啊，站住！快站住！快动！快动！不是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那时候菜都凉了，还没了，那时候还没上菜了，还没上菜啊，有点饿哎。而且这个音乐很奇怪，只要大家一听到，一定都会跟着动啊。真的吗？这首歌在去年啊，在美国非常非常的红，在台湾也很多人喜欢。你这个员工要很年轻吧？不用不用，这么年纪大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碰过很多作业员。发达是不是？哒哒哒哒。拯救地球算了，好不好？那老师，我们放个音乐，好吧？5、6、7、8，我们就一起开始啊！拍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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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手。
热了，脚也热了。我比较喜欢刚刚黏巴打，真的吗？比较简单，女孩，女孩，有点跟不上。哇，他动作很灵巧，你们发现？他以前也是 dancer， 以为是 dancer， 对对对对对。但是因为我没有像佩佩这样有远大的梦想，所以我就还是主持就好了。对对对。浓浓表演推荐秀，大哥命运天注定。不是，因为公平，你跟豪平两个猜拳。来来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你输了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我们要搬石头布。加油加油。我也不是。加油。大哥，不用担心。在这里去啊。你明天看长尾啊，我已经刚讲好了。你不行的话，我可以代班。右撇子，那左手拿好了。对了，右手可以用。是红包啊！对对对对对，真的是红包哎，很红啊！不是，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今天他的酬劳还没有领到。他讲的没错啊，给红包他不是说给你们有钱的红包，对，给的是红包，没错。这个红包有学问，叫做本来无一物。谢谢。没有，我们今天。这酬劳还没发给他，对，发给他，他就会补上。补上，等一下我再补上。是我们先发好了，不好。哎，那个字票是一人是一角，对。哎呦，哎，接着尾牙，哎 ，no no， 是多少年了？你说我主持尾牙，其实我还蛮幸运的，因为我一出道，顺哥就带着我去做尾牙。哎呦，所以我等于出道不到一年，我就那一年第一年，我就跟着顺哥去做尾牙，真好。然后就想说啊，要干嘛？顺哥说你就去啊。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啊，然后我就去他家，然后就随便挑一个西装，然后他就叫我穿着就上去了。对，然后就在旁边当他的助理，然后他叫我做什么，我就跟着这样子做，就对。然后在旁边，哦，哎嘿，哇，就出一些这种对。啊，酬劳有拿到吗？酬劳就是顺哥另外包一个红包给我。对呀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一拿到了，你不觉得他很幸运吗？你们还是混得很久。因为我们像我跟着台哥这样，你是一出道就有顺哥带，我一出道台哥开始就没有尾牙做。这么惨，就没办法带我去了。对，说的也是哈。所以就是这么多年累积下来，所以就觉得各行各业都接触过。对对，那很多这个算是公司啊什么啊，也有甚至去国外主持。哇！会，我去过，澳门，去过马来西亚，去过菲律宾主持。哦。对，可是当地的就是台湾的分公司，或是一些华人的公司，海外基地，就是华人的公司这样子。哇，预算很高哎。对啊。就是没有还好。预算很高。机票是你自己出的钱。还好。哎啊！机票是你自己出的钱吗？没有没有，他送我一台飞机。当然邀请我，他帮我出啊，办完就出掉没问题。没有没有，他现在自己是鸡排的这个老板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对，你自己办尾牙怎么办呢？自己办尾牙很简单，就送员工那个礼物就好了。什么礼物？对对对对，其实刚好有出礼盒啦，对，这上有礼盒。鸡排礼盒吗？鸡排不是礼盒，这个是鸡排出的香肠，用鸡腿。肉做的香肠哦，其实啊，每一个主持人都有他不同的，比如说你是双语啊，双语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带气氛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是说说唱唱有跳的，对不对？那你都干嘛呢？哎，我都有哎，其实我算是工具人，对，就是但是唱歌跳舞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。你还带游戏吗？游戏游戏就看，因为有时候会提供意见，那可能他们因为一般的公司行号，他们平常。都是看电视，所以他们可以接触到，比如说综艺节目上面玩的游戏，或他们觉得今年什么流行比较好玩的游戏，然后他们就会想说，哎，在现场玩一下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我就带他们。今年流行玩什么？今年流行玩什么？今年流行，其实我觉得每一年大家有一个不败的游戏，就是大家每个人出100块。哦，然后大家来把它抽起来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全部放进去，哎，那个有时候一桶可以集到几万块，十几万都有。这个而且这是看年代，而且看每一年公司的主题，通常主题都会跟着当年红的东西，譬如说，有一年非常流行超级比一比。
所有的公司就都超级真的来比一比。哎，然后有一年忽然流行《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》，所有的尾牙主题就《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》，就是跳骑马舞一样。但是骑马舞长官最讨厌听到，因为一跳骑马舞就要加码，对，不想要跳骑马。真的吗？对对对对对。那《哈利波特》《哈利波特》那一年就不太适合，对，因为消失的奖金。对，我是这样子的啊。对对对。我有发明一个，就是那个百发百中得大奖哦，就是会把，所以就会把那个奖啊，比如说放在气球里面，你只要把气球弄破，然后他就看到他得到，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嘛，哇，那怎么弄？怎么弄？但是用比较不特别一点，而且这个是需要功夫的，就是我用吹剑的方式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真的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把叶吹剑搬到尾牙去就对了，不是，对对对对，不是，也不是。你是模仿吹剑还是你？对，我模仿大陆摇滚教父吹剑。就是拿那个吹，真的吹的剑，真的吹剑，你吹啊，真的吹啊，真的假的啦？哎呀，这很可惜啦，因为今天现场刚好没有准备，对了，不然我就可以现场表演。有，来来来来来，准备，怎么会那么巧呢？真的有哎，真的要吹啊？这个距离我看一下，我觉得好害怕，应该可以吧？好，来，专业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个剑会不会歪？对，不要在这里，那这个剑跑到这里也太远了吧？拍够了，我就拍够了。我们会不会站在你后面比较安全呢？我们站在你后面，不用不用不用的。如果不会啦，拍那个射法都不会，一定要大声说的。统一阵线，统一阵线，好，来来来，好，哎呦，我这还有，你要主持的时候，是不是大家都躲开了？哎，不用，因为后面只要没有人就好了。好，对对，好，那这样好，小燕姐，摄影师大家保重好。哎呦，为了怕人家说我们作弊，小燕姐你要什么颜色？我选那个最大的红的，大的红的，我怕你。好，最大个，哦，先从大右边那个，右边那个。我去看一下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看后面工作人员还活着吗？还在，应该还在。啊，张兆志，赶快撤！好，什么颜色？蒋伟文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是不是？好，绿色比较小，那个比较难一点，那个小颗的。对，哎呦，而且比较往下。小姐，这样人家会说啊，就这样，那本来固定的嘛。对啊。我们来一点高难度的，好不好？移动的。来点高难度，请一位工作人员用手拿着。好，真的。那我把那个真的真的来。好啊好啊。那就那个。人家刚参加完尾牙。那个大哥大哥。你这么想干掉大哥 ？No No 会成为神射手，还是大哥守不保？佩佩表演神乎其技，大哥模仿大变调。停留在办公室，你有开过统联客运哈？会一点点，好像还好，都快到山壁下了，还好统联三重站怎么样？还要上桥？我觉得你的表演我们可以结合，哎，我把气球粘在上面，按你一转，爆爆爆！不是不是不是，大家没没不是不是不是，因为我不敢找蔣伟文，然后当爸爸，真的是对不对？佩佩又要当妈妈，对不对？然后赵志贤又作家，我有两个小孩，我有两个小孩，不是不是，这样好了，公平，你跟豪平两个猜拳，好，来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你输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我没有办法了，加油加油，我也不是，加油。不用紧张，大哥大哥，不用担心，在这里就好。你明天在常委啊，我已经不要太远，这样讲好了。你不行的话，我可以代班。他要什么？他不用太远，近一点比较好，好不好？我不要了。哎，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？我不讲，这应该好不吉利哦。我是右撇子。右撇子，那左手拿好了。没有了，左手。
帮你摆个距离嘛。哎，诺诺，我跟他妈妈很熟啊。谁？我跟大哥妈很熟。小姐答应我要，我帮我妈照顾好我。OK， 没关系，没问题啊。好，拿好。天哪！等一下，那里面是真的是针还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啦？接下来要蒙眼。别开玩笑，不要。等一下。可以吗？嗯。好了吗？好，你手不要动哦。我喊一二三，你才不会紧张哦。来，快点啊！一二三。可以吗？那个气球还从上面飞来飞去。哦。哇塞！哎，等一下，是你尾牙玩这么凶的？没有，而且大部分拿都是那个董事长。没有，人家跟你办尾牙了。哎哎，还有还有。最后这个不是结束了啊？没有，还有一个结束的，结束，对对对，还有一个不要了吧？就是真的戴眼罩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啦，不要，真的真的不要了，不要了。那你求呢？我还有事情哦。没有，把那个球给他。不要，不要，好气哦！小柯，我不要啊！来，你给来来。大哥，我告诉你。明年的尾牙，你不要带大根去。真的 ，OK 啊，没问题啊。如果这个成功的话，都可以带。你以后每一年都带着你。不好失败的话，代表我要接触到好几场尾牙，这个攻击，万一他有一场失误，我就不在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如果失误就带一张照片。大哥，我们又没有好好认识你，你先吃一点。对对对，安心。那个那个高粱酒给他喝。高粱酒，高粱酒。还有鸡腿跟。谢谢大家，我会想你们。你们，因为你太远了，近期一点，低一点。好，好，不要动。你好。好，可以。哎呀，你干嘛？哦，这条路不好走啊，妈。好。妈，你要耐心，豆哥很蠢的。这样就不，这样都不厉害了。原地转三圈。行不行啊？这个尾牙真的会有人来赶参加？会不会上头条啊？那诺哥他明天有一场尾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确定你现在看不到吗？算好了啦，因为没有装针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真的会射到我，对对对。啊呀呀呀呀！来个压压惊，压压惊，好好好，我一定要来个后面，对对，压压惊，哇。后面这个是加的啦。我现在知道了 ，NONO 的尾牙可以搞多这么久。哎，真的，个性可以小请一点。对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可以可以可以这么久。NONO 哥在尾牙要心脏很大。刚最后那个小客是没有啦。哦。对对对，是是对，因为那个我完全没把握。那你还在我这？对对，所以说没有放松啦。对对对。下来下来，我们学着点。刺激又好玩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结束第二天还会人家有人讨论这个，对，而且一定把那个很讨厌的科长弄上去，哎对，平常欺负人，欺负人的接下来的，哇那呼声很高，吓吓他们，吓吓他们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真好，哇塞，懂了，尾牙其实是又要唱又要好笑，哎大哥回来，啊哎可以吗？我明天要去收金，我们要去行天宫一趟，手还在，很好啊，我昨天还健在，还可以吃饭。对，加个鸡肉吃就更放空。哎，来来来，我们
现在来看看曾佩佩的表演。哇，这好看啊！好的好的，因为那个主持尾牙久了，偶尔要贡献一下，今天就当了小燕之夜的尾牙。对，我也准备了一些才艺。哎呦，只不过真的要，因为我练习这两年来，我待会表演一个小特技。练习这两年来有一次有成功，所以哦，来来来，应该待会是特技啊。好，也是这样子。好，你要蛋糕，嘴巴咬的蛋糕，对对对对对。我们来看看你今天准备的舞蹈好不好？就是他虽然不容易出错，可是他必须练最久。因为我之前就问我的老师说，哎，为什么我怎么转看起来都不像？或一点点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我把它定住，好像还好。你这样子唱都快到山壁下了。还要统连三重站怎么样？还要上场？来来来，我来要修啊！哎，不是啦，会不会啊？我完全是不会啦，都会，都来，都都来。这个诺哥在场。喂！不是不是，我讲，哎，我问你会不会那个？这个我真的也不行吧？这个啦，这个，不是，这很难，这很难，这难啊！这真的很难哎！嘿嘿，不错不错，不是那个饼干，其实就是你的手背要很有力，然后我之前就跟我的那个老师说，哎，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让它真的很像漂浮在空中？他就跟我说没办法，因为手背太细了。我想说这什么解答？所以我就每天晚上哦，就是在家里练，对，要一直盯着它，让它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让它好像真的漂浮在空中。它其实肌肉都用很大的力，对，其实你必须要。
其实练真的会流很多很多的汗，然后眼睛会一直流眼泪啊，还流眼泪，会一直流眼泪。对，你要一直盯着他。哎，我觉得你的表演我们可以结合，哎，我把气球粘在上面，按你一直转，我就砰砰砰。不错耶，不要不要，太危险。又讲到吓到跑走，我觉得怎么有变 low 了的感觉？不会，都这样吗？电视都一个大板子转，都学会转。番茄炒蛋让人记忆犹新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是吃东西，地狱口味冻干还有番茄炒蛋，这谁用的啊？啊，好可怕！为什么番茄炒蛋吃你姐姐她炒的番茄炒蛋难吃要死啊！我其实想演好吃一点，我都演不出来。我妈有来过粤菜啊，我妈烧的也是番茄炒蛋啊，她不小心瞎了，全部都瞎盐巴。我其实想做好的表情都做不出来，因为太咸。她那个蛋拿起来有一口白白，那一层都是。曾经在小燕之夜2015年做了些什么事？什么东西？应该跟妈妈来。可是其实照理讲，我在这里印象最深的是每次来都在算我的感情命啊。哎，是我们聊什么主题都会听到分手快乐。画画不知道，画画也要听到。然后我们聊谐星之路也要听到。对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意识要这样讲。可是话题转转转就转到那里，对，而且每个老师解说他的时候，都会解说到这个部分。大根的力，就是说，是啊，算命师有这么多个，可是他们算我算出来的答案都只有一个，那表示有准度啊。对啊，是这样，你失恋怎么样？惨啊！没有啊，就是他是觉得还是红了就把女朋友甩掉，没有啦，就是不是啦，都不是，都不是，都不是，不会啦，现在平权了，会平权了，哎，2016年分享就知道算的准不准？真的有哦，那我知道，大概知道意思。对，而且他妈妈呢，自从来我们节目以后，通告就蛮多了。真的，真的快比我多了。我就说要不要转当他的经纪人？很好，交换一点。之前来上小燕之夜的时候遇到大哥妈，他也说佩佩呀，那待会就大哥妈就麻烦你多多照顾了。以后我就要跟大哥妈说，大哥妈以后就麻烦你多多照顾了。真的太厉害了。他好好笑。其实，在上节目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有一次是吃东西，对不对？吃老婆烧的菜啊，对对对啊，这个是我，对对对，应该是吧？应该是老婆烧的菜，老婆烧的，老婆的，哎，对，吃了地狱口味冻干，还有番茄炒蛋，这谁用的啊？地狱口味冻干，为什么？番茄炒蛋是你姐姐，我姐姐吗？对啊，真假的？她炒的番茄炒蛋难吃要死啊！地狱番茄炒蛋谁受得了？好好的吃，有这么难吃吗？但我也猜 D 是一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 D 没味道啊。他那番茄炒蛋全没有那个，番茄没有味道，做到干湿分离。我一进口的时候就发现，他可以把番茄炒蛋的番茄做到完全没有番茄味。那是你这一口比较幸运。我们现在要来吃第三道菜。因为我吃到的那一块应该是盐巴都在那里。我跟你讲，我其实想演好吃一点，我都演不出来，知道吗？真的，那一口下去，那个脸就变了。我好像没有做过饭啊，你怎么敢吃到？对呀，看得出来是没有做饭。你剪出来一个吃到那个，我看他嘴巴在抖，我觉得这样蛮不错，蛮好吃的，对。因为我姐夫他很会做菜，所以他就几乎不太需要做菜。老公会做菜啊，对对。所以那一次，而且那一次你老婆也有来烧菜嘛？那大家来吃，吃得出吃不出自己的老婆菜？我觉得依依的老公一定吃得出来，真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妈有来烧过菜啊。我妈烧的也是番茄炒蛋啊，她不小心瞎了，全部都瞎盐巴。
Oh my god！ 番茄炒盐吗？徐安姐应该有吃了一口。番茄炒盐，我跟你讲，我吃一口，想做好的表情都做不出来。他可能因为太咸。他跟一的有得比哦，他会去一直讲说我要放糖啦，不小心放成盐。后来想说啊，那算了啦，反正就放出来，就直接放家里。他那个蛋拿起来有一口白白那一层都是盐。哇塞！所以啊，其实来我们节目都有一些难忘的经验。对，王浩平，王浩平，你有来过我节目吗？有啦，还是少，但是有来过，而且一来就是放大招。啊，真的吗？多大？我一来就拿他板子，好大的一招！我一来就跟关之琳求婚。哦，黄豪平对女神关之琳大胆求婚。我今天想要问的问题就是，芝芝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他是嫁给你还是嫁给吴宗宪的？嫁给吴宗宪，我再替他问一下，因为你说要嫁给黄豪平，我怕我等一下头晕。我告诉你，那一天关之琳来。很多我们的艺人朋友都打电话给我们的制作人，为什么发大哥王豪平不发我们？很简单，就便宜啊！就那几集钱都花在关之琳上面，没有多的经验、金钱的，就整发我。发错通告了吧？你应该是去台南关之琳，还是去保安公司？他们都有失常的表现。哎呦，怎么说怎么说？就是很紧张，真的很紧张。对啊，看到巨星，对，面对就是不是像我们这种正常的脸嘛，那都是美女又高挑，对不对？永远平常都只能在洗发机的瓶子看到她，对，什么挡泥板之类的。然后现在看到过了没有了？过了，没有。1989年的时候，什么时代的人啊？真的，所以看到本人就觉得哇塞，她是我心目中的女神，而且真的很漂亮。对，他都没有老，所以就觉得说天哪，这是梦吗？你这句话可不用讲，先不要，你就说他没有变就好了。没有变就变，还是这么年轻？你会不会当主持人？是，对啊，就是提到他的话题，我就会紧张起来了。对，哎，是不是那天真的大家都很有喜欢就会这样？真的，那时候就拿那个大戒指在他面前，他跪着求婚，然后当下就拒绝我了，也就完全就没有毫不犹豫的拒绝。他昨天一定拒绝，他隔天开个记者会就聊他的婚姻的事情，我当下就下了两把冷汗，就担心说，哎呦，他会不会经纪公司当下的。不来台湾了，又有阴影，然后害怕台湾人太热情。没有，他那天来，他一定想奇怪，为什么我来到小燕姐的节目，都来一些我从来不认、没见过的人。那他说我们是小记者，我很怕他真的以为我们职业就是记者。对，他不认识，哎，真的记者来了，所以他讲话好像特别小心哦。哎，对，电话他不讲，他以为我们真的会写。小燕之夜精彩尾牙，大咖艺人来助阵，欢迎来到小燕之夜年终尾牙飨宴。现在欢迎我们的第一组表演嘉宾苏打绿、吴青峰。你知道这不算大地两千座城市吗？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MC 哈扎。主持的时候都会说说唱唱，就加表演，对，加表演。其实找他们很好，现场气氛很热，真的是，而且要什么表演，他们都可以，要请谁来谁马上来。哎呦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考不倒的。我们来看看看你们的好开场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来到小燕企业年终尾牙飨宴。现在欢迎我们的第一组表演嘉宾苏打绿、吴青峰。大家好，我是苏打绿吴青峰，带来这首小情歌。你知道这不算大地两千座城市吗？我会给你怀抱不老，守不到看见一杯古来花一道，写下我不要如烟的爱的离骚。就不算这个世界会寂寞放掉，我也不会放抱不老，时间和琴声将交错的全靠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MC 哈扎。嘿呦，我就是差不多先生 MC 哈扎热狗，我差不多吃饱了，你们差不多喝醉了，老板差不多要加码了，这首歌手借给我来。
差不多先生送给你们歌，听好 ，Yo， come on， yeah yeah， 啊哈啊哈， yeah yeah， OK， 差不多唱到这。我差不多先生嘛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是吴青峰，我一出来唱了整首，你就唱两句就结束，为什么？其实很容易，这个有两个答案。是，第一就是我的歌攻击性太强，我怕一出场唱会吓到大家。啊，了解了解。第二就是你比较便宜，所以多唱一点歌没有关系。哎，但是你如果出来都不唱歌的话，那他们请我们来干嘛呢？好了，也是拿了钱就要做事嘛。是，因为我们清风热狗疯狗二人组就唱这一首歌，送给小叶企业公司带来这一首《我爱小叶》。OK， 老师 music， 会唱的跟着一起唱。副歌，我想要大家把手借给我，唱到副歌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一起唱《我爱小叶》，小叶爱我 ，OK 吗 ？OK， 很简单两句 ，OK， 一起打拍子 ，Go Go Go Go。快来跟我跳啊 ，Go Go Go！ 我知道你爱的是我，不会说 No。我不是油头叶教授，我的 homies 都笑我热狗 for show。女孩就喜欢你抬抬，等等去家里红包要不要来？吃饭你挂得快快，明天要去庙里收金拜拜，好嗨 ！We can kiss the sky， 人生海海，我们不会 just stay one night one night。中间我留下许多情，你是我的可口可乐，把我解渴。看我穿就知道我玩饶舌，不要说我坏话，因为我有什么一起唱。我爱小叶，小叶爱我，对我来说你是你算什么？我爱小叶，小叶爱我，对我来说我没曾算什么。哎呦，祝大家新的一年新年快乐，耶，恭喜发财。林志玲、侯佩岑，不会，他每一场唱完都得罪这两个人。发现说这样唱哈，你只会得罪两个人，你不要为了每一场不同的场合去改名字，这样会得罪更多人。也有道理，只要得罪这两个就好，因为这两个对我来讲是遥不可及。其实不会啦，你不会得罪他，因为那个是歌词里面本来这样写。对啊，所以我到底只得罪到热狗一个人而已。我得罪到林志玲，他。都被一个人学我叫什么大哥呢？哎，又不大哥，然后叫大哥，习惯。所以你觉得林志玲跟侯佩岑的遥不可及？就是他们是女神级的。好，下次他们来我节目的时候就请你。哎呦，我来希望有这个梦想可以遇到他们，这样有梦最美嘛。哎，不过大根去年真的不错，在综艺大热门表演第一名，第一名，观众最爱看的第一名。跟谁比赛啊？为什么可以第一名？就是跟一些这种拐瓜裂枣。哦，那蛮帅。还有，你看那个小金念呢，跳得很厉害。你听他，你听他跳得很厉害。真的。那你用哪一招？他用香蕉，香蕉跟茄子这样那个条状物，就那个网络上面点阅率几百万，七百多万点阅率，叫八百万。是因为你变茄子了，他们点阅率就是因为他们看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我，而且看不出来。点阅率这么高，他脸化妆起来跟香蕉长得有点像，所以有时候发通告会发到香蕉，反而没有发到大根。我把服装改掉，就是改成大根装。白萝卜，像整个白萝卜。白控，白控，白控，白控。他画胡子就变陈伟民了。对。OK 的，可以延续，可以一直延续，因为一直上网，一直偷那个日本的那个便便，超级便便便便。哎，来来来，祝大家在2016年的尾牙的时候，我最好都请不到你们。哎，真的？因为你们就在忙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对，小心。